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快不能自已，从那一天起开始对你的 love 休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0-4-0-TTT。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西门。我们要去哪里？老街是吗？老街，京城老街小旅行。京城老街小旅行。现在都在拍美照，这才不是观光客该有的样子，这才是观光客该有的样子。超可爱的，公司也很干爽，超可爱，又很难显眼。哦，让他买这个。他都需要吧？他不需要，需要的应该在这边。哎，好恶毒。老板很亲切，这是青草茶，一个健康的味道。加油！现场所有最热情的掌声加尖叫，最大声的告诉我，你们在等谁？最后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表演结束啦！没想到金门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人多，真的是看到大家非常的开心。希望明年可以来到金门跨年哦！好开心，我已经跟金门大家还有我的团员们一起跨年了。现在是2024年，然后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因为看到台下有很多大家就是为我们应援，然后整个是很快乐的气氛，希望明年可以跟大家继续快乐的，然后做更多更多有趣的事情，开心的事情。耶，刚刚跨年结束了，2024，
刚刚呢表演的时候真的是上台前超级紧张的，然后台下的大家都很热烈的应援，所以真的很感动，很多人为了看我们然后特地来金门，然后金门的大家也都有来看我们表演。然后要说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好像是我忘记是闪亮的幸运还是梦之路的时候，因为一直有那个蹲下起立的动作，然后我的右脚的大腿就一直抽筋，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好像每次跳梦之路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我都会抽筋，但是以前呢我都是屁股抽筋，这次是大腿抽筋，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但是呢因为我其实是觉得就是蛮愉快的蛮愉快的，对，所以跳完之后我就有种运动完后很爽的感觉。也很开心的是就是第一次在台上就是跟大家一起跨年倒数，对，所以觉得非常的兴奋。今天天气还可以吧，还是有差很多，就是算我现在这样子，其实我现在穿了五件，就是里面有一件发热衣，然后还有一件就是刷毛的类型，所以超级温暖的。然后台下大家也非常热情，很开心，居然来了这么多人，希望明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跨年。然后我们这次呢，就是我们一跳完以后呢，我们就立刻到台下看了那个转播的画面，然后做了一下小小的检讨，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是从空中俯拍我们那个大家的队形，然后我们觉得队形真的站得非常非常的对位，然后非常非常整齐，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我真的一定要把它截图下来，然后传给我们的舞蹈老师，然后说老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整齐，新年快乐！人生第一次的跨年是在工作中度过，但是是跟熟悉的大家，因为进来已经四年多，所以是在最熟悉大家的时期，也是最对自己最有自信的一年。然后表演，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非常好这样。然后刚刚在舞台上看着大家，就是看舞台下面所有人海的感觉，好像就是 AKB48TTT 在成长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往大舞台的方向迈进，真的超级感动。尤其是一起在倒数那一刻，真的是我直接尖叫出来，大家都吓死我，这样 no， 但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叫出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这行为，真的很兴奋。希望新的一年 AKB48TTT 可以站上另外一个顶点，一年比一年好。我是太阳翩翩，哇，2024啊！那其实呢，2022年的时候，我们也是跟着粉丝们、观众们一起跨到2023年，没想到今年也可以2023到2024也是跟大家一起过。那身为艺人呢，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跨年的时候，可以跟很多很多朋友，然后一起看烟火，然后一起倒数，然后这次全部都达成了，而且最厉害的就是今年在金门。所以我们还有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然后还要很感谢我们的粉丝们，因为其实金门算是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很多很多的粉丝都特别提早一天来到现场，然后今天也是一整天都非常非常热情，一直等到了跨年的时刻，真的很开心，然后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都可以继续跟你们度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佳安，今年我们2023跨2024的跨年在金门，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金门，非常的兴奋。然后今天的天气很冷，但是现场也超级多我们的粉丝到场支持的，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去年是在嘉义，然后已经第二年跟 TTT 一起过，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跟大家一起跨年。耶，我是婉玲婷玲，第一次跨年就来到了金门，非常谢谢金门给我们这么大的舞台。虽然天气很冷，风也很大，但是感受到大家热情，我心也被大家暖和起来了。然后过程中我也非常的享受舞台，然后也是二期生，就是一起有很难得的机会可以一起跨年，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享受每个舞台，把握当下。然后姜茶很好喝。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奇慧小慧。然后这次的金门跨年表演呢，是我第一次就是非全员的第一场商演，然后我非常重视，然后也是第一次能够在工作的时候到离岛，然后跟大家一起跨年。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我其实一出去的时候其实稍微蛮紧张，因为大家也是就是又开始了这样子，然后眼神互相给彼此这样支持打气这样。然后但是我们跳完之后，我们下来看了这个回放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跳得很整齐，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就是在 TP 待了4年，终于跟得上大家，就是不是当那个就是老鼠屎这样。为什么我想哭？天哪！对，就是
就是很谢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然后一起培养的默契，然后跟不知道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所有的一切这样，然后才可以完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表演这样，然后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一次的表演，能更多人认识我们 AKB48 的挺体系，谢谢大家来金门跟我们一起跨年。就跟平常一样，我平常都素颜呢。对啊，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对吧？真的没什么好怕的。真的没什么好怕的。你这样反而看起来更可怕。不行啊，还可以自行幻想。你就长得很可以啦，大家喜欢居家女友，我们的居家女友第一名，女友感。大家喜欢臭女友，是女鬼感吧？居家女